advice. Ooh, every year right around June 21st. Ooh, I slip in my swimsuit, diving head first. Everything's coming up roses. DJ, I feel like the world is... Hi, 大家，今天呢，我要来拍一个我非常想拍的一部主题，就是夜晚的日本超市。因为大家有来日本玩的话，有逛过超市，应该都知道，他们到晚上的时候呢，那些熟食啊，都会做超级大的特价，最多都会打到可能半折以上。晚上都会很想要去逛超市去捡便宜，因为他们的超市的东西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。等一下呢，就跟我去逛一下夜晚的日本超市的熟食吧，我非常的期待，因为我就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主妇，就跟着我一起去看吧。 Go go。 草莓399，先去看一下熟食区好了，看他们现在有没有折扣。哦，现在有贴折扣哎，炸鸡是打7折了。哦，贴标签的大叔，哇，那好像现在就可以买了，7折就蛮多的。这边有在贴标签的大叔，赶快来看一下，开始贴标签了，太兴奋了吧？这个已经半价了。韩国小菜吗？是哎，这一盒是298，有4种。但我来这边是不会吃韩国料理的。野菜已经打半价了，这个是天妇罗关东煮，这样149而已。这个是什么芋头煮，179，超便宜的。这个是冲绳的山苦瓜炒豆腐，很想吃这个，因为我之前去冲绳玩觉得超好吃，感觉可以现在先买了，因为怕等一下都被买光，反正都已经半价了。是竹笋，我想吃竹笋，好，我要买这个，我现在就要买了，我怕等一下都被买完。山苦瓜要买吗？等一下再回来看。还有这种意大利面才99块，超便宜，超便宜。那个韩国杂菜耶，天哪，99块。这个是马铃薯泥，有2个奶油，149。然后这一区是沙拉类，沙拉类的话也有打半价的，这个是鸡肉沙拉，149。是鳗鱼，好想吃哦，但是它没有打折，这个鳗鱼1180，其实不贵耶。生鱼片区还没开始打折哦，都还是原价。这个看起来会不会太好吃了？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这个是某种鱼，也是打7折，感觉很好吃，看起来都还是很新鲜。这个看起来会不会太美味一点？我真的好爱日本，可以一直吃鲑鱼，很幸福。鲑鱼软，鲑鱼软，1080，这是有打6折的意思吗？应该是哦，这打6折哎。我决定再返回熟食区去看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在等，先抢先赢。你看，很多人在观望咯，大家都是在旁边走来走去观望当中。大叔还是很勤快的在贴。
了超级多。这个便当看起来超好吃的，我就是看它有很多的这种蔬菜，感觉很健康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因为我还有其他的配菜要吃，然后这是可乐饼，这个很想吃的竹笋，然后跟这个叉烧，还有半熟蛋。玉子烧我想说，留到明天早上再吃好了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吃不完啦。我刚刚在超市里晃这么久，真的就是从它等到半价，真的你就是差几秒钟就会差到蛮多的。我这次买到的全部都是半价的，最最最划算，而且附近的居民都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贴半价，所以一开始我去的时候其实人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当开始贴半价的时候，人就突然变好多，你就是要赶快拿你想吃的，不然真的就是没了。很好吃，那个竹笋非常的嫩，就是我喜欢的味道，好吃。这个我看到它在打七折的时候，我就很想拿了，但是我忍住了，我想说应该会贴半价吧，果然就贴半价了。它不是拉面那种叉烧，有点偏台湾的那种港式叉烧的感觉，它是偏甜的调味，然后肉非常的嫩。它的肉这么厚，可是一点都不柴，非常的嫩哦，很好吃。波特奇要被香死的，我真的很对不起它，香哦，很香。封掉了，封掉了。这个你不可以吃，这个太咸了。然后来吃这个便当，这个便当呢，就是因为它里面有的蔬菜都是我在韩国比较少能吃到的，像这个玉米笋，韩国就是没有玉米笋，就是是一个还蛮健康的一个便当。这个饭非常好吃，它虽然都是冷的，但它的饭呢有那个紫米的香，然后还有它上面还有撒一层芝麻，非常好吃。成功，现在吃到第三个都非常成功。它里面的马铃薯给的很多，很香，然后调味的话不会太重，这样子加起来才可能台币150这样子。推荐大家来日本，如果说你住的饭店或是民宿附近有超市的话，就是大概晚上7点到8点过后去抢便宜，非常的划算。而且这些食物我觉得都很有水准，都非常的好吃，不会说它是超市的熟食就随便做，都是有水准之上的。夜晚的超市熟食开箱就到这边结束，波特奇要生气了，真的太香了。他们家的袜子蛮好穿的，这样子特价3双690，一双差不多50几块，可以买。我爸都用这个，所以我每次来日本都会帮他买，这样超便宜的，才580，然后这一罐可以用超久。无印良品他们的包装现在改成这种，就有点像塑胶袋的，但是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就变得很轻，而且很好携带，这样子软软的。这个我也很喜欢用，他们家的卸妆凝胶，然后这边买是550，然后他们的洗脸超便宜的，它也是改成这种塑胶的，350而已，超便宜。每次来日本无印良品一定会买这个。这个好好吃哦，它是很扎实的那种年轮蛋糕，然后一个才180，很便宜耶。我每次都会买很多回去慢慢吃。欢迎光临，请扫描您的商品。
290。看到扭蛋就忍不住想要来逛一下，这里好多哦。天哪，我看到我想转的，可是这个一定大家都是没兴趣的。这个因为我就是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看到它，就觉得它非常的可爱有福气，所以呢我要来转一下这个，好可爱哟。大家应该不解我为什么会爱它吗？转到了一个大耳朵的，这个要再来转这个招财猫，我觉得也很可爱，400，希望可以转到我喜欢的。哇，它好大颗哦，大颗的哦，看不到哎，我转到了这一只哎，这样子算运气很好吧？来帮我妹妹转这个，因为她很喜欢鲁鲁米，希望可以转到鲁鲁米。耶，是鲁鲁米，太开心了！是这只，开心。我最想要的就是它，耶！来逛一下 Uniqlo 咯，因为很常会有便宜可以捡，所以来看看。